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不同的衣服物质要用不同的方法清洗，我来教教你们。白色衣服沾到油脂，挤点牙膏，滴点清水，在油脂上轻轻揉搓出泡沫后，用水冲洗。衣服沾到血，马上用冷水或者淡盐水浸洗，再用肥皂洗一遍就可以了。一定不要用热水。染上口红印，可以用气泡式矿泉水或者苏打水倒在干净的布上，再轻轻拍打红印，效果很赞哦。口香糖粘衣服上了，用塑料袋包好，放到冰箱冷冻，等口香糖变硬了，取出来轻轻揉搓，一点痕迹都不会留的。新鲜的茶汁、咖啡纸马上用热水洗就可以洗掉。如果是旧茶汁，要用浓盐水洗；旧咖啡汁用 3% 的双氧水试擦，再用水洗。如果衣服上沾到了鼻油，传说中风热精的效果其实不怎么好了，可以倒点二锅头在物质上，然后用洗衣粉洗，或者把纯牛奶倒到鼻油质上，沾水搓洗。